大家好，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我们公司的洗发精，也很喜欢这个梦中组的盖子。那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设计的不是旋转的哦，我们设计是要把它拔开来的。不过很多朋友啊告诉我说，他在拔的时候，好像很紧，很不好拔。没有错，这个设计呢是防止它露出。不过要拔开的时候呢，我跟各位讲是有一个巧妙的设计。您呢手握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把你的拇指跟食指呢往90度或45度这个方向的去把它推开就好了。我示范给各位一起看哦，你看啊，你把它握住这个脖子，然后呢食指跟拇指握在这个地方，你看45度的地方就可以很轻松的打开咯。就是一个女孩子或者小朋友的话，你也可以叫她这样子握，然后这样子，对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打开了。 OK， 那这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设计跟结构，希望呢你们都可以用得很喜欢。 It's alright.